我知道这个面具下面是个男人，我可能陷入了第58次恋爱。 天仙，判若两人，风华绝代，东方不败。啊！陆林，来一下我办公室，需要帮忙吗？帮什么忙？没事，今天造型不错。 我先过去了。嗯。还看呢？啊！我说完事儿了吗？造型摆好，快点儿！你总能说话吧？要不是江哥，我才不敢。江哥要是过来，我能这样干？啊！我求求你，都是谁呀？ 江总，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你打算一直戴着面纱跟我说话吗？这个是整体造型的一部分。谁让你 cosplay 这么认真的？摘了。这不能摘。江总。 江总，这愁死了，快去换了。江总，你不是说要穿一天少一分钟都不行吗？这本来是对你们的惩罚，现在明明惩罚的是我，该去换了去。江总，出去。 难道？